小猪罗志祥27日在台北举行 No Idea 没想法来就对了签名会，聊到同名主打情歌罗志祥的 MV， 还忍不住爆料不爽陈乔恩的这件事。本来是讲好要亲嘴巴的啊，什么？后来他亲脸颊，我也生气了。是啊，因为他那时候说他要吃口香糖，我就在那哦，来，准备要开始。我还是偷抿那个嘴唇。我后来开始拍，他亲我脸颊，我说错了，我那个表情是真的。不是说好要剪嘴巴的吗？说好的嘴巴呢？哎呦，脸颊也很有 feel 啊！不过下一秒收到自己的偶像木村拓哉，马上又爽到都快飞上天啦！他看我的 IG， 你知道吗？跟他女儿看我的 IG， 刚好里面我的 IG 里面有一张我模仿他的，对，超你知道吗？然后木村看到这张照片，就是我学他的，我这头发长，然后这不是我吗？他认错了。然后他的女儿就说：“好像啊，是哦，啊、小木村，我一定要木村都来跟我要签名。啊”要这么嚣张。而到了与粉丝的默契大考验环节，小猪还自曝自己的爱好，只能说歌口味真的很特别呢。我喜欢别人从后面拉住的肚子。